随着博浩生慈济志工跨出的脚步，整齐划一，让社区民众体会到博淡遇佛的那一份殊胜。这其中也有许多年轻朋友前来参与，内心会有一种被就是压力什么的，就是被释放一点，然后就会感觉到比较轻松一点。每个人每次看到我，就是给我很多的祝福，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有大家。因为大家的祝福其实是我这一路走来的一个能量跟动力，那我也希望把这个祝福可以再继续传递下去。尽管这是慈济奉先联络处改建的最后一场浴佛，志工仍不敢马虎，每个动线跟环节滴水不漏，让会众摄心并许下未来参与活动的承诺。如果盖好之后会，就是还蛮方便，可能要参加活动会更方便一些，参加的几率会更高。对，后来参加感觉自己心里很平静，希望以后可以给自己更多的智慧去面对一些事情、生活这样子。不仅凤山，包括冈山、旗山，高雄区总计有十一处同步浴佛。有人是带着妈妈或是抱病前来，因为认为浴佛因缘不可错失，借由浴佛洗涤内心烦恼，更要把慈济爱的能量散播出去。大爱新闻郑宪伟志工高雄综合报道。